第一组小宝贝们上场喽，嘿嘿，也不知道他们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特殊事件呢。小警官们，这个是他的犯罪武器啊，先放这里。那我现在有事先出去一会儿，这个犯人呢就交给你们看管，你们可不能让他给逃跑了啊。啊，这个手环要放在这儿，千万不能拿到啊！人走走了，人走走了，人走走了。叫你爹！你们俩当警察几年了？啊？当警察几年了？你啊？你别杀我！你是好人啊！你别说话带秀，不好吧？我手还有不行？咱们俩聊一聊啊，就让我说一句，你是好人吗？我是好人。他们咋错了？把我给放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他错要看管的。是他抓错了，我是好人，要不这样吧，警官，你们把我放了，好不好？就算你不管你好人坏人都要走的。为什么是我？我刚刚在门外，对吧？我扶一个老太太过马路，他就说我要抢人老太太的包。那你说他这把我扣了，这不对啊？对的。我老太太过马路，为什么就把我抓起来了？也是，等会演完了，他就会把你绑了。不行，你等一下啊！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我的作案凶器，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他逃跑了！不，我一人拿一个锅，你怕什么？我们坐着聊聊天，请你别打我，好吧？那行，我问你，你放不放我？我不能，我不会搞考子。怎么就不会搞考子呢？我可要生气了。你生气啊？我是个胆小人啊。你把钥匙给我，你们钥匙在哪？钥匙就这个。钥匙给我，对。一直，请你说话好一点，可以吗？这钥匙吧，我看看啊。那也好，我自己来。哎，你别把我锁在一起啊，我好吧。锁在一起，我把它跟这个椅子锁在一起。多亏警察姐姐及时出现，才化解了这一场大危机，吓死我喽！警察，刚刚打了我两嘴巴。不说来这儿吗？来这儿干嘛呀？来这儿？你们俩别走，我们小小吃好了。什么？我今天还发现的灯都挂了，你们在吵我吗？我害怕啊！有什么害怕的？光天化日之下啊！你别生气啊你！不是，这事儿是这样的，警察同志是这样的。你看啊，我一个搞艺术的人，你看我总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，是不是？有想法就要去实践。所以呢，我一去实践的时候，你拉倒吧，你实践什么？天天人模鬼样的，这叫实践啊？你们说他像男的吗？他像女的，特屁，是吧？警察说你像女的，这哪有像女的这样子啊？这叫艺术，好不好吗？啊，你做完了，这艺术家有自己的范儿。这个不叫艺术图，叫警察图。不是，警察在家什么都不做。请问你家里人在家做事吗？做。做的多不多？做的蛮多。
这么难做的吧？我忙啊，我不是不想做呀、啊。你忙？我的时间大部分时间在搞创作呀、啊。你欠揍你是？你们两个都欠揍，我看你们。但我跟他过不下去了，真的。过不下去。这个女人，你自己要吃苦，知道吧？你自己有付出。来这儿就来对了，你也帮他欺负我，你为什么帮他欺负我？不怕你？该你说。那你为什么做事情都我来做？你敢不敢背着我打死你？打死你！你看你看，这是假，这是假发。你们，他是个男人吗？背这个东西，你算咱先回家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小轩轩，谁在哪儿？